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 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我最近收到了一个来自丹麦的手表品牌，叫做 About Vintage 寄来的一只腕表。那么他们的理念呢，是生产这种 affordable daily luxury watch， 主要寻求在价格和质量之间的一个平衡。像他们所出售的腕表的价格，只要在200到1000美元之间，包括这个石英机芯的腕表和机械机芯的腕表都有。像他们腕表的不同系列都是以历史上比较重要的这个年份来命名，像我今天拿到的这只腕表呢，叫做1926。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公司也没有付给我任何钱来做这样一支影片，只是呢他们有给我这只腕表来做一个评测，我自己呢也有佩戴过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影片我会尽可能比较客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只腕表的一些细节和它的一些优缺点。因为我在2个星期之前就有收到了这只腕表，而且在收到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有佩戴这只腕表，所以今天影片呢并不能说是一个开箱影片，但是还是想跟大家看一下这只腕表的一些包装情况。首先呢，你收到的是一个这个盒子 About Vintage， 关于它的一些腕表保养的说明。这里面呢是一个木质的盒子，把这个打开呢，你会看到这只腕表。实际上是这样的，这只腕表呢原本是在一个 NATO 的尼龙表带上面，如果你在它的网站购买它的腕表呢，它会免费让你挑选另一个表带，像我挑选的是这个金属的表链，是这种5节的，它有这种3节的金属表链，还有这个皮质的表带。像我拿到这只表的时候，这只表是在 NATO 表带上面，这个盒子呢原本放的是这个金属的表链。OK， 那么这只1926的表款是一个潜水表的款式，而且是一个限量款，是 About Vintage 和丹麦一个知名的演员叫做 Jonathan Harbell 共同设计的表款。从尺寸上看，它表身的直径呢，这个是39毫米，它表身的厚度呢要达到13毫米，因为它上面采用的是半球形的蓝宝石镜面，可以看到它的镜面呢是有点凸起的，所以这样测量呢是13毫米，实际上戴起来呢它是相对比较薄的。它表耳的宽度呢是20毫米。可以看到这只腕表呢有这个潜水表专用的计时表圈，在3、6、9点钟的方向呢有这个分钟的显示，这样转动它的表圈呢就可以实现一个计时的功能。另外它的表冠呢采用的是这种下旋式的表冠，需要把它拧开呢来调节时间，这样呢会保证这只腕表呢具有这个100米的防水深度。另外它表冠的形状也非常好看，是这种洋葱式的表冠。这种表冠呢我们在一些复古的腕表，特别是在一些飞行员腕表上面有见过。从表盘上看，时针和分针都是这种叶子的形状，小时的刻度呢是这种小圆点，给人一种非常复古优雅的感觉。而且它的 dial 呢是这种 sandwich dial， 什么意思呢？可以看到这个表盘第一层呢是这个蓝色的，而且在小时的刻度上面呢是这种镂空的，另外它第二层呢是这种米白色的。这种 sandwich dial 呢，我们在早期的 Omega 的腕表上面也有见到过。在12点钟方向呢，有这个 About Vintage 的 logo， 整个表盘看起来非常的 clean。那么这只腕表采用的是日本制造的 Miyota 8215全自动上链机芯，储能时间要达到42小时。那这个机芯呢，我们在早期的西铁城的一些机械腕表上面也有见到过。这只腕表整个表身的打磨，还有它搭配的这个金属的表链，做工还是不错的，以它这个价位来讲。佩戴在手上呢，非常的舒适，它有这个安全的锁扣，2层安全锁扣。OK， 那么下面跟大家聊一下我这2个星期每天都佩戴这只腕表的一个感受和它的一些优缺点。首先从它的优点上看呢，它的外观我自己非常的喜欢，虽然是一只运动款腕表，但是戴起来呢也非常的优雅，我觉得搭配任何服饰来佩戴呢都可以。另外它的尺寸呢是39毫米的表身直径，基本上大部分手腕粗细的人都可以佩戴这只腕表。另外呢就是它的价格，以599美金这样一个价格来购买这样一只腕表，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现在如果你使用 LeoTube 的折扣码可以打85折，而且呢你可以随意挑选不同的表链，它佩戴的是一个 NATO Strap，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金属表链和皮质的表带都可以选择。那么下面呢，说一下这只腕表的一些缺点。首先呢，是它的表圈，这表圈呢，就是旋转起来可以听到声音非常清脆，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它的问题呢，是这个旋转起来相对有点紧。如果是在手比较湿的这个情况下面，可能旋转就更麻烦一点。另外一个缺点呢，是这只腕表的夜光表现不是那么好。虽然它的这个时针和分针上面有这个发光体，但是在夜晚我会发现这个夜光的效果不是那么亮，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久。另外的一个缺点呢，是这只腕表的机芯，它使用的是这个 Miyota 的机芯。它的机芯的一个问题呢，是这只腕表在调整时间的时候它不能停秒。但是以这只腕表的一个价钱呢，这只腕表不能停秒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有点跟这个精工五号使用的这个机芯差不太多。好嘞，那么这就是关于这只腕表的介绍，我会把他们的购买链接呢放到影片的简介栏里面，大家也可以到他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去多看一下这只腕表的一些细节图片。好嘞，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给我那边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